欢迎收看凯西没有盖瑞，我们这一趟来西巴丹之前咯。这一次自潜的住宿呢，太棒了吧！这是什么海景第一排啊？这是 real 的海景第一排，好扯哦，好扯哦，超干净又大，而且这是全新的，超美的耶！重点它就在港口旁边，所以我们去出船就不用早起，赞。今天是自潜的第一天上岛，上西巴丹岛 again。我觉得我真蛮幸运的，就是因为西巴丹岛它每天的名额都有限制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来的这个季节刚好比较少人，所以就名额就是比较容易去申请到这样。现在到了刷护照时间 ，Number four， OK， 刷。如果是水费的话，还会需要你的 AOW 的证啊。自潜的话就不用。我们今天是来自由浮潜，自由浮潜很自由。现在这边的勇士们正在帮我们找寻找鱼啊，找鱼中，找鱼中。阿包，你真的有在找鱼吗？还是只是在耍帅？看不到。在茫茫大海之中找寻有没有龙头鹰哥、巴拉库达，或者是。捷克鱼之类的。
他们八瑶族这边。那个 Mina 要给八瑶族的人他们一些我们的衣服，让他们有衣服可以穿，因为他们比较少有机会拿到一些资源。啊，这是我的驴蹄耶，你也要给？太坏了吧！ Mina 出爱心。
我们最后一天要去西巴丹，结果今天浪非常非常非常的大，可以看到后面的人已经全湿了。这个浪，这个浪至少有1.5了，现在浪况越来越差，然后现在我整个吓爆，吓烂自己啊！水平线 ，OK。Selamat datang ke Sipadan Sabah Borneo。太可怕了！我们现在真的是海盗船的概念。前面出发的时候海况很好，然后中间起大浪。上船面，上船。啊，上船，上船。结束第一拳。啊。打满三球了。打满三球。我差点要杀球了。后羿，后羿，我这，西巴丹岛上还有一个排球场。然后呢，旁边就有军人拿着枪，吓坏，边打排球边吓坏。我们现在要去看海龟生小孩的那个蛋。然后这个是算是可能需要预约的吧，因为我们要进一个 private area 这样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帮我们处理行程的人有帮我们预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看海龟。这边是海龟孵育中心，我们现在讲话要很小声，不然会吵到他们。一个就是海起来。